扬州一疗程，名人福瑞达。北京时间6:56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《朝闻天下》。下面我们来为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蓝一。蓝一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二位。早上好，蓝一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这个南方的强降雨。我想我们这一档的这个气象也是要从这个南方降雨开始说起。好的。我们来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贵州南部是出现了局部地区的强雷雨天气。那么其中罗甸县呢，在短短4个小时当中呢，就出现了100毫米的强降雨。我们再来看看今天，在广西的这个中东部、广东的西部和北部、湖南南部、江西的中南部、福建中北部、浙江南部，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。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呢，在广西、广东和湖南的这一带地区呢，还将会有大暴雨。那么大城市，比如说像广州。今天又将会是暴雨倾盆的天气哈。那在此之前呢，两场暴雨几乎是已经让这里成了泽国了。那么今天的这场暴雨呢，无疑是雪上加霜哈。所以提醒当地的防汛部门呢，一定要及早的做好防范工作，把暴雨带来的这个危害降到最低。此外呢，在强降雨当中哈，我们再来关注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湖南南部、江西的东北部、浙江西部，还有就是福建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呢，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，特别是在一些山区呢，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还会更大一些。蓝一，这应该是进入5月份以来南方所承受的第4次的强降雨过程了。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？应该说5月份以来，这已经是第4次这个降雨过程了哈。那么今天呢，可以说是这一次过程的尾声。到了明天呢，华南一带的这个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。比如说我们还来看广州哈，明天就将会是这个中雨到阵雨的一个天气了。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可以让广州喘一口气了。不过我们又发现，明天呢，在这个重庆、湖北、湖南以及广西、广东的这些地方依然存在大雨。其实呢，这也是意味着第5次降雨过程的序幕被拉开了。预计呢，这第5次降雨过程哈，要到本周日才会结束，之后南方才可能会迎来几天的喘息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城市预报。